今天在自己的家乡土地上进行决赛。 好的，正在必得势如破竹的状态。现在马龙9-7，先声夺人，拿下了第一局，稍后呢将。 好的，小一板，好球，气势，啊，这板是关键。你看这板，它反手已经翘了，已经翘起来。如果这个球削的再低一点，李指导，从第一局来看，我觉得，我觉得第一局，马龙打得非常好，上来1-6落后，后半局稍微好一点，对于马龙来说。 而这场球制胜的关键，有股子霸气。啊，第一次参加全运会能够，那也是不错的。 因为我刚才说了，他这种组合拳真打，是的，但是从打法的先性上呢，包括拼劲上呢，马龙，7-7，回摆，好球，啊，你看，哎。 你看这球轻推推，又没推出个质量，推的也软。11-9，这样，小将樊振东，我们看到王皓啊，也在为解放军队的小将第3局重新来定位。对。啊，从进攻来说，这种啊也相对的少。 这里控制再好的话，你是控制不住的。好球！啊，跑动当中连续发力进行进攻，啊，这个球呢，最关键他在跌跌撞撞的一个。好球！哎呀，这个球啊！你看，就这种控制。 这个球其实马龙的打法啊，他在比赛当中啊，也在不断总结、不断提高。在场上还是整体显得比较成熟的。前以后，许昕变了个节奏啊，他就可以乱两局。
那好在他第六局他好球。 对方追了两分，重新捋捋思路。新生代理的少壮派，我们一起来看比赛，现在6-8，8-6，就尽量把球发低发软。好球，抓住你手上劲儿，我第二板有备而来，我发力。 好球！这样第三局的比赛结束了，我们稍事休息一下，将继续为您带来这场第12届全运会男子单打决赛第四局。看一下第四局，我们的老前辈王传耀获得了男子单打的会员。第5届全运会是来自江西王涛，王涛获得2次全运会的冠军。啊，总的表现。 到目前为止还是不错，降低这种拧拉的质量，我进行转攻。啊，利用自己的经验跟速度变化，能够取得一种领先的。龟山啊，对，一定要压住对手的士气。啊，这球，哎呀，这球，啊，也是一个很绝妙的技术哈，薄。 啊，这就是纯粹偶然球，在第四局6-4领先2分，底线长的。这球以后啊，马龙就啊，由于力量旋转弱于对技术发挥出来也是精彩的一个环节，精力体力啊要求就是太高了。 咱们都敢干，是不可挡。这个球难度太高了，是吧？他打的。现在樊振东局点，满拉。当的。对，你包括他双打也是，是吧？我认为该加力，我一定加力，非常好。有担当的精神。对。所以他马上也叫了个暂停。王涛，啊，甚至是包括北京队的延安也在拼超这个得分，10-9，马龙轻挑，形成对了，马龙冲过去，哎呀，这个球还是两个人强强的中远台的对抗之后，实在没办法，这个球樊振东是完全依靠他。啊，他都是。 7分取胜，还是有一些局谁能获得一些优势，在前三板上。马龙现在啊，还是底线长的，啊，能够在比赛当中能够发挥的流畅。哎，强势，第一板拧拉之后，第二板。 边跑动，哎，白短，马龙拉起来，马龙反手给直线，哎呦，都能勒过去，啊，你看这球真是闭着眼睛往前冲，球难度多大！ 樊振东，就你给哪儿我都是一板过，全是爆冲大发力，就是为了保险，他所以拉的这个杀伤力不大，这样子人家连续马龙连续穿直线。 切出界了，啊，这样樊振东11-7。
领先，领先，领先！领导，我想强啊，质量高啊，你必须置死地而后生，都知道。但真正的战胜自己，感觉变化能力比王励勤、比马林都弱。整个双方运动员呢，他目前都是位置，包括啊，来，哎呀，1-2领先。 打出一种全新的，哎呀，这个搏杀，球很轻盈，好球，能不能打成？发力。 强势发力了，你看这把球已经上风了，是吧？上风了，这个球打丢了一个机会，发球，拧拉起来，难度是大了，逆向旋转发球出台，鞍山人。 马龙反正，反手发力，马龙在侧，好的。啊，最后一个球，马龙用他最强悍的一面，拿下了最后这一分。啊，实际上马龙的体力啊也在透支。好的，马龙在侧。现在啊，第七局是不是马龙光靠变化？ 这个搓长，有了，马龙削一板，弧线很低，马龙反了，哎呀，很有气势啊，并且很能够，马龙发力，第二板，哎呀。 马龙获得了第12届全运会乒乓球男子单打的冠军，从上届的男单亚军到这届的冠军，虽然这一步之遥马龙走了4年，但是这次夺冠更大的意义在于马龙突破了心理上的魔咒。啊，观众朋友们，我们看到马龙和他的教练张雷拥抱在一起，非常激动，也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，感谢李晓东教练参与我们的解说评论。观众朋友们，今天的男女单打全运会乒乓球决赛就为您转播到这儿，感谢您的收看，再见。再见。